人们，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和田玉，它的设计非常的漂亮，大家看一下，像这一种的话是青海料当中的三彩，那这个的话雕的是一个玉龙观音，然后有一个手持，像这一种的话在当地实体店的话是基本上见不到的。这一种的话是和田玉里面当中的帝王紫烟灰紫底料，你看非常的漂亮，在市场上是很少见得到的。这一个的话就是和田玉里面的三彩料，而且也是猫眼，它是自带渐变色的，镶嵌的是18K 金重金镶嵌的高高与高高的高品质。哇，家人们你们看过来，你看这一个和田玉的塔青料，妈呀，它这个是特色件，它这个的话是举案齐眉，然后呢一书百顺百年好合的一个题材哦，非常精致，它这个每个都有雕工的，而且它这个的话设计的是八大守护神的一个锁串啊，市面上也是很少见的，这个和田玉的且末糖料，它是半山半水的一个特色款，而且料子都出油了，你看款式是轮胎版的，非常大气。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和田玉的盛宴，而且都是非常漂亮有特色的，有喜欢的话来直播间找我哟。